好辣，很深哎、欸！整个教室都是三分之一了。那有安妮的小孩？有哎、欸，他沉在那个地方。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？今天带贵来的是一个网友推荐的废弃中学。哦。那听说这里很多惊奇的事物。真的吗？加上这里保留非常完整。哎、欸，那我蛮期待的哦。对，我现在也非常期待。OK，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走喽。OK， 那我们就先来这个辅导室好了。好。他门可以开吗？可以。哎、欸哎，可以耶，好完整哦！哇塞，这个地方，这感觉东西都还来不及收拾。对，等一下，这是一张床哎。它是非常大的印表机吗？靠，哎、欸，这一台不便宜哦。还有一整的。对啊。然后这个桌上，我们来看一下有遗留什么东西。哇、啊，这个杂物一堆。一些电脑啊，还有篮球，这有新的篮球，新的哎、欸，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调酒，还有很多的海报，海报、哦、看一下，反正就是一个辅导办公室的感觉，对，再去下个地方，总务处哎、欸，里面有什么？总务处里面怎么会有撞球啊？对，这根本不是总务室吧？他们这么悠哉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？哦，是一个撞球台。哦、我想打哎、欸。你会打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架杆的专业动作。好，谢谢。OK，OK，OK、okay, okay, okay。开点，开点。好，再来还有什么呢？这个根本还没废弃吗？哦，哎，图书馆。哎，这真的有书哎，而且非常完整。都没有人为的破坏，有没有？这真的太厉害了！来看一下，这些书根本就是都没有带走。对对。哇！一进来就这样子，哇，很兴奋哎。对啊，还有一些餐饮类、幼教类。哇，好。教务处，哦，教务处，哦，我仿佛还可以看到当年很多人坐在这里的场景，哦，对，哎，你这样讲真的是有点感伤，哎，你看散落一地的文件，对啊，一堆哦，一堆，这些都不用带走吗？好奇，对啊，他们怎么都直接放在这个地方？有机密啊什么的，对啊，一些个人的资料啊，好像都在这个地方。哎，真的，还有一些遗留的照片。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办公室，学务处。学务处，这边就比较空旷了哈，就剩下很爽的沙发。OK， 那由于这边的学校哈面积比较大，大概有四层楼左右，所以说我们可能没办法每一间很细节的拍给各位大家，对，哦，就是带过一下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再继续。有重点的话就会停留比较久。对对对，比较特别的我们就会再拍给大家。哦，这里是一些就是一些教室，来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个我们也不用进去了，就大概看一下，因为也是很空旷，然后很整齐。哦，这边呢，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当初学生大概有多少位？哎，好少哦。大概十来位左右，一间教室。难怪会关闭。对，然后再来下一间，一样，是一间教室。哦，真的是小班制哎。然后这里黑板有一些文字。嗯，对。再来这边是一间电脑教室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它里面东西是保留得很好。哦，你看，哎、欸，这些都不用带走的吗？对啊，都不都带走哎。欸，是可以开机吗？你试看看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像没有接电。好，很明显就是电脑教室，然后保留的非常好。嘿，这是应该是以前大家最喜欢上的课了吧？对，我个人是最喜欢上的、那个。是，然后上课的时候都会偷玩风之谷，或是包包网，或是卡丁车。这一层大概就是一些教室，小班的教室。那这一层我们介绍比较快，我再往上一层去。好。然后接下来往三楼的部分。三楼，哇，你的发音很专业哦。这里有宿舍哦。哦，还装潢中呢，很贵哦。对啊，你不要进去哦，请勿进入。好，我们不要进去。那还走？不是，他说装宿舍嘛，这边不是宿舍吗？哎、欸，
怎么了？哇，这个刚刚大哥的亲戚，亲戚，对，遗留的骨骸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被同类吃掉了。对，他头不见了。对啊，身体都。对，身体还是完整的。没有身体没有。我靠呀！我干嘛啦？哇！我啦！我以为有人嘞，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啦。这是所谓的安妮吗？对啦，没错啊，这个学校。这个晚上也太恐怖了吧！对啊，然后这边也有，哦，那边还有一个哦。哎，给各位看一下他这个脸，非常的惊恐。惊恐。还有另外一个。有三个人呢，啊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啊，这个更恐怖。红发 girl。对，红发 girl， 他干嘛，啊？这脸像木偶人呢，欸。真的不知道谁在那边乱捏造啊 ！Dash， 嗯，对啊，为什么好像？为什么会一直走路的声音啊？等一下看一下这里。等一下，你不是天花板上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？没有。OK， 好，没事没事。我看一下这里。哦，Christmas 刚过，这里还有一些装饰品。哦，对对 对， 对。然后非常的凌乱，哇，一些医护的东西，看得很可惜耶。还有一些大哥的大便。对，大哥的大便。这件是什么？哦，什么？也是一样呐，那样子放很像尸块耶。对，好像尸块，然后一坨摊在这个地方。这是医学系的吧？这医学系他们会来使用。哎，你。哎，这声音一直跟着我们哎，这什么声音啊？会不会等下有东西这样砰？会不会？不会吧？电影看太多了。好 ，OK OK， 好，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大家很喜欢看这种东西。这个是吓到吃脚脚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人脸。哎，这个是。他脸好像被烧到了。这个被烧过了。比较不适合拍，然后我这边就把它挡住。哦，这边不适合拍，不好意思。好。这个应该是在练习那个伸长的过程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哦，比下面刚那间还要完整呢。看一下，视听教室。靠爹嘞！你觉得这吓人呐，啊？有人呐，啊！哦，那是人吗？好像哦。哦，到底是谁那么会布置啦？我刚刚以为真的是有一个人躺在那，不是，就坐在这个地方。是安东尼吧？哦，是安东尼，是不是？你认识啊？因为是男的啊。哦。女的是安妮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欸，你看他们这个椅子都是全新的，全新的，都还没有拆封过，哎。还来不及拆封就废弃了。真的是越看越可惜。是啊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充满各种惊喜耶。没有错，而且它这边东西保留的很多，都没有被人家破坏。琴哎，哎呦，哎，这个可以进去吗？这个不行哦。那我们看前面可不可以？哇，有哎，保留超完整的。然后这边有非常多台的，这个应该是 keyboard。可以弹吗？不行不行，没有声音。哎，很棒哎。真的，以前的中学都没有这样子的音乐教室哎。真的。然后这边有个鼓，我们敲一下好不好？敲敲看。你要手机？哎呦，要秀自己。大致上这件是这样，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。厉害哦！这是什么啦？看一下。哎呦，哎，好特别哦！这是什么？这什么教室啊？那你进去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哎，这个我以前学校没有这样的东西哦。没有哎。这是什么骨头？骨头哎。是人的吗？嗯，可是有这么粗那么长吗？人的手啊。哦，然后这是屁股是不是？欸，应该是啊。真的，哦。然后那个地方，哇，有个比较完整的。这个叫大脑哎，你手啊？对了，脑了。是吗？对啊，大脑跟小脑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，这个是磨成粉的骨头吗？嗯，欸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因为也都没有写什么东西。哎，这地方还蛮屌的哎，还有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就这个人体骨头。其实这个学校它是，你说都是医学方面的，医学方面的学校吗？对，应该是。可是我们刚看到很多，也不止医学方面的，对啊。怎么样？你看下面呢？哎，哎，我们刚刚都没注意到哎。对啊，下面整个是水。是水池哎。这是已经是积水吗？还是说它有附设游泳池啊？好，等一下下去看。
那剩下好像最后一层，拍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这里没有什么。是啊，都空空的。那我们就赶快下去看那个淹水，还是游泳池啊？对啊，到底是游泳池还是怎么样？等一下去看一下，一探究竟。啊，对了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上面它整个是废掉了，都没有装潢，所以说我们就都不上去了哈。到底是游泳池呢，还是淹水？等一下，如果是游泳池的话呢？如果是淹水的话，不管我跟你讲，不要管两个，我们都是会下去，直接下去好不好？今天呢，就直接带各位进去一探究竟。好的。好啊，哎、欸，我们刚刚真的都没有发现呢。是大积水吗？哦，对啦，是积水的。它以前地下室好像也有教室。欸、这个很高哎，是开玩笑的。哎、欸，很深哎。整个教室都是三分之一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个地方是比我们之前去的那个军医院还要深啊。对。哦，这个水深大概我目测是2.8米左右。然后那有安妮的小孩。我看一下，那那里。哎呦哎，他沉在那个地方。OK， 那我们这次呢来正式的，就是说要整个潜入进去，然后实拍给各位大家看。这是我的船座哈，那这根呢是我的那个划船桨。划船桨 ，OK。OK， 那你等一下踩上去是不是 ？OK、欸。哎，还蛮稳的哦。那我帮你倒数。倒数，那我等一下就会这样划出去。就会这样划出去。对 对, 對 ，OK 吗 ？OK。好，来。三、二，紧张吗？有点紧张，可以快点，对 对, 對。三、二、一。OK， 开始。哇、哦，出海了！出海了！出海了！哇！大家是不是看得很傻眼，对不对？这样也算吧，这样也算吧，这样也算吧。哎、欸，沉默了，哇！大家去探险喽，探险喽。OK， 好，谢谢各位大家，我们没有腐烂。那这个垃圾我们还是把它拿去丢掉、哦。对。